菩萨入世，观身无能，见佛无奈，回化众生，演说诸法，令与佛法发生无量欢喜净信，救度救护一切，心无疲厌，无疲厌故，与一切世界要有众生未成就、未调伏，悉悦于彼，方便化度。其中众生种种因伤、种种助业、种种取着、种种设施、种种和合、种种流转、种种所作、种种境界、种种生、种种末，以大誓愿而难住其中而教化之，不令其心有动有退，以不一念生眼作想，何以故？得无着无所依故，自利他，自利利他，清净满足，是名菩萨摩诃萨，地气无着心。无着心呢，就是方便心啊，一切不起执着。这段经文呢，要观无我，有人无我，有法无我。观这个身体，就是不是我。身体分析，身体是五蕴所成的，五蕴呢是合合体。因为我们现在无哪观没成就，说见佛有奈，有奈是见不到佛。等你要达到身无我，那就无奈了，身无奈。身无奈还不行，还得达到法也无我。演说诸法的时候没有执着，没有执着。这里这个道理怎么讲呢？就是说我们对帮助别人或行化劝化别人时候，第一个，你不要执着我是能化者，众生是被我所化的，那就错了，那就不能做到观身无我。如果能观身无我了，咱们所说的呀，平日所说的看得破放得下，要给人家说法不要要求希望，我跟你说法呀，将来你好是护法我呀，那这样就有我了，或者为名闻利养。但你自己身见还没破，那化度众生不可以的。因为要了化度众生，第一个没有我执我见。化度众生不是随我想怎么的，而是随众生，众生所要求什么的，这叫随缘。随众生缘。在这我们多说点，我们经常说，经常说啊，在这个一切没有执着的时候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说性空缘起。无我的意思就是性空，性空一切众生的，帮助一切众生，化度众生，这就缘起。咱们有些个错误解释，把性空的性空，把性不要了，寡说空。好多道友啊，他就跟我讲的时候，他寡说空，他不说性，性空才能缘起。性空这意思很好懂，那大家不理解他，总把它解到一边去，
咱们讲这个没讲《黄帝经》时候讲起心论，我跟大家说，相信你的心，信心，相信这个心就是性，要性空，因为性空是理性，是理，才能成就你的事。说要听《华严经》，你先得性空，性空就是相信自己啊，我们自己自助那个本性，清净的原始那个本性，与佛无二无别，就修这么一个信心，要一万劫啊！咱们讲的实信品不是这样讲的吗？信了心能达到什么程度？这样的完了才能够住，住就是住到自己所有的信，信的那个心，就是成佛的心。一直这个心呐、啊，这叫性空，是这样讲空的。现在某些道友讲空的时候，他把性丢了，光讲空，那你怎么达到？达不到。从这些缘起，得先得性空，性空得先得要明心见性。见到了吗？距离很远很远呢。尔能才说缘起，观自己的身，他的本体心呢、啊？这个心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肉团心，也不是我们的实心，是吗？本具与如来无二无别的那个妙明真心，那个心就是自信的法身。你的法身上呢，没有我，也没有人，这才叫不执着。无我无人观自在，非空非色见如来嘛，这好多是成语的。你这样观身，因为这就叫性空了。这与佛无二无别啊，说见佛无奈啊。但是为了化度众生，这就缘起了，这就缘起，所以要演说诸法，令一切众生发生了无量欢喜的净信。我们对三宝都是有信心的哈，但是不是净信，没有从体上去信，就不叫净信。净信呢，是性自己本性空的，这个才产生净信呢、啊。为了化度众生，随着性体而演说诸法，这样子，你所有演说的佛法，佛法就是觉悟的法门，方法。修法，让一切众生都能认识自己的本性，晓得我们做所有的色身呐、啊，一切的行为啊，现生的生活当中的事啊，都是缘起的。既然是缘起的，不是真实的，不是真实的，真实的是什么呢？是性空。因为现在咱们听着实行菩萨所作所为，咱们感觉着就相当的难了，相当的深了，这才是实行菩萨，还是贤位的菩萨。等你听到实地品实行啊，讲完了就讲实现，就讲实地了，地上的菩萨他那才叫与佛
真正的正德发生了。实行的菩萨相似啊，没有真正正德呢，他产生的功力效果吧，就这么大，就这么大，不可思议。等你明心见性的时候，你才知道真正的不可思议。像我们凡夫，跟人家说，把佛所说的教授，给别人解说，这是有奈的了，不是无奈的了。演说诸法，也不能令人家闻法而开悟，也不能令人家生起无量欢喜的净信，特别注重这个净字。净信是能够见性了的，那时候生起信心，相信自己的心清净无染，没有什么六尘境界相，这样子才能使一些众生得救。得救，如果没有入贤位的菩萨，他化度众生的时候，他的心呐，有厌烦，有鄙厌，有鄙厌。但这实行的菩萨，他无着了，一切都不执着了，所以他的化度众生，他没有鄙厌，没鄙厌。咱们现在咱们帮助别人，或者学了佛法，把你所知道的佛法向别人演说，选择的心、拣择的心、分别心特别多，哪个众生好度了，哪个众生不好度了，分别心。因此呢，不能够让人家升起欢喜净心。要菩萨行菩萨道，必须按照这个教导，就在华严经上这些教导嘛，真正做到的心无疲厌，使一切的这个世界上的众生，他没成就的调伏让他成就，就是说他没了生死的烦恼很重的调伏他，让他不烦恼。而且实行位的菩萨，他能到一些众生之间，西域比嘛叫一些众生当年，给他说法，方便善巧引渡他。其中众生有种种的因生，种种的住业，种种的曲折，种种的设施，种种的和合，种种的所作，种种流转，种种的差别之相的境界，种种生，种种末，以大誓愿难住其众而教化者。这说菩萨对于这些个做，对于众生类，语言的不同，作业的不同，他心里想的执着的不同，那菩萨他发大誓愿，在众生中间，这叫缘起，随缘，依着众生的缘而来化度他，令他心呐、能够放弃他所贪着的，能够放弃他所执着的，能够去他的阴怒词，去他的烦恼。何以故？得无所作无所依故，是离离他清净满足，是名菩萨摩诃萨，第七无着行，这叫无着行。这段经文呢，说教化众生不要生厌烦呐，不要生厌烦。
众生是不是那么容易度的了，不是那么容易度的了。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得人家来求，才给他说，就不能视线同类舍，这里含着是同类舍。他说哪一种语言，那些菩萨一定得懂得他那种语言，他做的业，那这个菩萨必须得懂得他那个业。所做的，这叫视线同事舍。给他说的很好听话，使他欢喜，那叫耐语舍。你要想度他，必须得给他做什么事儿，你也做什么事儿，跟他同类同行。他会说英语啊，或者说少数民族语啊，说藏语啊，这叫视线同类。这不是一般菩萨所知道的，这是华严菩萨，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他从来没生过一念的眼着想，眼着对世间的没有贪恋的，不执着嘛，不着不着嘛，说这无着行嘛，这叫方便善巧。方便善巧，巧化众生，有四现种种类，这叫第七的菩萨无着行。第一个教化没疲厌，教化众生没疲厌，咱们翻过来说，但是自己求学，自己了生死，有体验没有？是不是那个精进做，还不说化都众生了，把你自己这个众生先化一化吧。如果自身精进勇猛的，没有体验心，这菩萨完纯粹利他行了，纯粹利他行了，没说到自己啊，没说自己。方便善巧，这个只有华严经依着智慧波罗智波罗蜜开出来的，开出来方便善巧愿力愿力智，从慧里头开出四度，这个就菩萨无执着心，方便善巧。如果利益众生时候没有方便善巧，不能利众生的。咱们看到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，他视现种种的方便，视现种种的类，他也知道众生的根，随根而说法。这里解释很多，解释有的很深，比经文呢很难得懂。如果大家看那清凉书抄的时候啊，不是就那的经文呢学而去做呀就好了。我在这个脑子很斗争，是不是讲得很广泛，讲得很广泛嘛，大家厌烦。而且是呢这个再去分析啊，再去深入啊，不容易进入。就是本文的经文讲还容易舍受。咱们这个观众生的善根相吧，关于众生的善根，过去怎么样修的，怎么样修成的善根，
现在我们怎么样立他，就这么一个问题非常困难。就像我们这三四百人，都是有善根的，他怎么样修到这么一个善根？那这个问题李惹事给他解说，他也不容易进入，不容易进入。所以啊，就把他撂了。等大家研究时候，啃食物肉的时候，这研究时候可以深入的啊。同时清凉果寺那这微食来分析这个问题，这方便善巧度众生的时候。但这个呢也可以随着我们的现代，在经文上所教导我们的告诉我们，其实方便善巧不是固定的形式。咱举例说吧，我们现在这个说格阳普照寺就是个佛学院，我们现在这种讲解这种解释专门对着佛学院的学生解释的，假使把这种经文对待社会居士林或者一个佛堂，你给他讲这些善巧方便行啊，他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呢，说那叫大方广佛化经啊，不能讲。讲讲怎么样的行持善，怎么样断恶，这叫直机，刚才我们里头内容就有，要知道众生的根基，说法要知时，时候不对你不能说，要直接知道众生的程度是什么样。现在你让他能够知道世间上是苦了，要知苦断戒，这就很好了，别再造恶因了。现在的世间相复杂的不得了，就是业非常的复杂，种种的业，能把这个断了就认知己了。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讲华严经，这也不对机了，不对机了。因为这些经典呢，大家看看内容，大家念了好多遍了，我们自己能照着这个修行吗？心量能奢侈得到吗？这还好，现在在三贤位，到十位以上，到十通十言，到离四间品，还不说入法界了，入了法界普贤横品，地上菩萨的，地上菩萨的。说现在我们学经的时候就懂得学以自用啊，学的目的是什么？要用啊。那么学了呢就要行啊。这种无着行的咱们做不大，咱们还是按着戒律，按着咱们一天呢所能做得到的，拜佛呀，忏悔呀，念佛呀，宵夜呀，可以做到的。让咱们去是以无着行，以方便善巧化度众生去，咱们自己都在被化度当中啊，还没找到善知识呢。这叫什么呢？种善根，种这个大乘菩萨的，种这华严境界，种个善根而已。种了之后使种子成熟，培育它，培育它就是我们有一个方法，说读诵，读诵，这培育它，培育它使我们这个善根成长，我发生于行为，那就形象，这有个基础的了。什么基础呢？
咱们这实信为讲，这个相信自己的信，清净心，相信成熟了，住到这个心上，不是住到我们现在的妄想心上，住到自己心上。完了，以这个心从初住开始吧，信心成满了，我们才能行这样的难行的菩萨道。现在我们就开始讲难得行第八，难得行。难得行还要做不做呢？应难而上，应难而上。难得行，我种个善根吧，我们也要行。那怎么行啊？看着经文，功德林菩萨就告诉我们，难得行是怎么行。难得行本身愿，他中间没提到愿，这就是行，是发大愿，把愿变成行为了，变成行菩萨道了。难行而行，何等为菩萨难得行。功德林菩萨讲到这个实行的菩萨的第八行，佛子啊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的难得行。此菩萨成就的难得善根，很难得的善根，难福的善根，最胜的善根，不可坏的善根，无能过的善根，不衰的善根，无尽善根，自在力的善根，大威德善根，与一切佛同一性的善根。这是第八，第八的难行善根。什么是难行善根的体啊？愿，大愿，大愿。经文里头没说怎么发愿，不是像咱们一天发大愿呢，四弘誓愿没有。题目就叫难得行。难得行。什么呢？就是愿自己把善根修成熟了，修成了善根，完了表现于善根的行啊，善根什么样子啊？自己难得行而行，成就的利益，以此利益啊，成就众善。这是证得了咱们讲性空的理，明心见性，行菩萨道，教化一些众生，增长了一些众生的成熟的善根。这主要是显善根的形象是什么，什么是善根的形，什么是善根的相，什么是不思议的善根，什么是自在力的善根，大威德的善根就成就的了。以下就解说，前头是标题啊，标题。什么是善根的形象？此菩萨修住行时，说这个菩萨修行的时候，与佛法中得最圣洁。圣洁就不是一般的洁色，殊胜的洁。怎样才算殊胜洁呢？与佛菩提
与菩萨愿，他从来照着是发菩提心修佛的菩提。那解释这个菩提啊，就是利益众生，发菩提心，自己成佛，愿一切众生都成佛，这样解释就广大解。菩萨的愿，什么愿呢？愿一切众生都成佛。有这个愿心了，那菩萨就尽他一切的力量，从不休息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从来不疲倦。干什么？度众生。咱们是知苦断戒，厌离苦，菩萨不，他与一切苦不生厌离，不生疲倦。为啥要度众生啊？这种大愿呢，这种历练，一切魔所不能动的。所以得到一些诸佛的护念，行一些菩萨的苦行啊，苦行啊。那苦行啊，有几种解释了。咱们因为苦行就吃苦，不是这个了。像利益众生时候从来不疲倦，利益众生时候众生并不是接受的，有的众生是接受的而求佛法，有的众生的菩萨去化度他，他起反抗啊，他并不接受的。那这种苦度生难度，但是他不生厌离，再难度他都不生战离。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菩萨菩萨道就是利益众生啊，实现种种的同类，实现种种的苦恨，这样来修行，精勤不懈的，一定满足自己的愿力，一定达到诸佛的要求，永不退转。对，前头说啊，难得善根，难得调伏，说这个行为，这种人度菩萨叫难得行啊，难行而去行。因为由难而去做，菩萨为什么能做得到呢？他心里头度众生不见众生相，在这种这些个难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时候像咱们似的啊，遇到什么事困难了就是办不到，这些菩萨他没有办不到的事儿。难得行吗？办不到也要办得到，就是做不到我也要去做，非做到不可。做不到了，不做不到成不了佛呀。这就用到了讲到了性空缘起啊，空的呀。咱说难得行啊，对你发愿做的时候很难，没有啊。你从理上讲没有，也没个啥拿，也没有个意呀、啊。这是随众生的自见呢。所以在那个菩萨利益众生时候，他从来没有休息，他不像我肉身呢、啊，还疲劳了，还累了，有时候还老了，没有，菩萨没这些相。没有这些，一切诸魔所不能动，咱们被魔所动，生老病死都是魔，咱们过去说病魔，咱们克服不了，菩萨都克服得了。
我记得我经常念的那老和尚，他在他临死的时候，说老圣自有难心法，八苦交煎总不妨啊，说八苦同时来了，这劲儿没有感觉苦，因为啥呢？他的身体，他观的这个是幻化的，所以他早就成熟了。他说是发菩提心，住在菩提心上，这些他已经解决了，所以他能做得到。赶到地上的菩萨，他看见一众生同一属性，跟我一样的，他没什么难度不难度的了。实行位的菩萨还有，但是他也不能动他的心，动他那个心呢，就是他那个道心。这就用到了，他那道心是空的，空无相无作，所以他永不退转。到这个地位的菩萨，他不会再退堕的，不会再退堕的。他又在度众生，这是从众生方面分析，有这么多的相，在菩萨他没有，他度众生不见众生相，直到众生性空的，相是幻化的，动摄住生不见众生相，这都是教育那个没发菩提心的众生，要这样发菩提心，向这些菩萨学。所以那个唯称自己的愿力，要达到这个愿力，就是我们要干了什么事啊，要达到目的。那现在你要想发财，说自己开公司，你想达到公司挣钱，达到这个目的都还不容易啊，何况了生死啊，成道业啊，那化度众生啊。大家想想啊，可以这样想，你说让我自己啊，关上门或者我静坐念八个小时的佛，我发个大心能做到。说让你劝十个人八个人都像你来坐在屋里头，大家念八字头，你做不到。度自容易，度他的就难了。假使能度到八个人，那能度八十个人、八百个人，办不到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的力量还不够。佛的力量够吧？那也看众生有缘没有啊，所以叫缘起啊。说咱们要经常说，佛也有做不到的事儿啊，众生度不尽的了，众生界无尽，是度不尽的了。佛也不能把这个世界上把这所有人都渡尽，如果都渡尽，咱们现在都不用再学了，咱都被渡了，咱们都成佛了。释迦牟尼佛这才在这儿，这才离开两三千年嘛。然后说阿弥陀佛住世十劫了，这十劫跟那八十岁佛出生到涅槃八十啊，人间八十年呢。这样理解，这样认识，这叫世间相。环境是讲性的呀，讲性体的呀，从体上讲，从理上讲，从体上讲，从理上讲怎么样呢？根本度众生不见众生相。
这是一种和合的相。大家读《金刚经》都读过吗？这叫用性空的观点，就是你自己的观、自己的行，已经达到性空了。缘起，缘起就是随缘意了。缘升起，一切诸法就有。缘还缘，还灭，一切诸法没有，还归于性空。性空是缘起的，你得用这个念，这个念，所以下文就说：“菩萨难入此难得行。”说八行的菩萨，他难住在难得行上中，他念念中，每一念一念，都能转阿僧祇的生死。念念一念中就能转动那么多的生死，转变生死为不生死，就成涅槃了。而不舍菩萨的大愿，这叫难行。难行，要有众生诚实供养乃至见闻，皆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寸转。要是有的众生见到八行的菩萨，有这个因缘，不是行了，就是见到、听到，都能够对佛果不能退，不退，无上菩提不退转。这就是《华严经》的特殊，你闻到了这段经文，说明你将来一定能成佛。那好多时间呢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。不退转的意思，不退到凡夫，从凡夫地直到成佛。要是就菩萨未来说，菩萨难住这个难得行，他念念中能转阿僧祇的生死。要自说，他自己能转。要利他说，不舍大愿，永远这样利益众生，是吧？要是有的众生闻到这个第八行难行菩萨行菩萨道这种行为，或者成事了，给他做事情，或者供养他，乃至也没成事没供养，只是听到、见到、闻到，都能得到什么呢？与无上菩提不退转，这就是种善根。所以学华严经的，是种善根的，它的力量大，根深叶茂嘛。说你善根种的深呢，你长出来那个枝叶呀、就繁盛就茂，而种的小呢，根不深，那容易啊，冬天就把它冻死了，把它冻死了，这就是意愿读诵大乘，深入般若智慧，这是般若的愿，以般若智慧的愿，这以后愿、力、智加一个方便。这算六波罗蜜的四波罗蜜，就称之十波罗蜜。能够得到这十二波罗蜜，你都能够得到的不可思议的利益，不可思议的利益。什么样利益呢？就念念中能转化成其的生死。假设你进入了过去的那生死啊，说轮转生死的经过太多了，有无央数的那么生死，在这
念念中有这么多，都能把它转。转。转了呢，就转生死成智慧。转生死就变了涅槃了，就不生不死了。说转者意，为什么说转？本来没生死啊，把你烦恼，咱也说转，烦恼本来没有，烦恼转烦恼成菩提，因为本身烦恼就是菩提，说一个转字，就加这么个字，没说断。咱们经常说断烦恼，烦恼本来没有，也没个能断所断。就这样的一个，这它语言的文字啊，各地方显示不同。看在哪部经里头说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主持要判教啊？说在这个教授当中啊，这个就得这样说；在那个教授当中啊，就得那个说。说大乘当中，圆满教义是这样说的，在小乘教义是那样说的。说法不同，不是法有差别，是众生的根基不同。大的他听着，他脑壳都大了，他不相信，他听小的事。我现在很苦的，你让我得到快乐，我就好了。至于成佛呀，成大菩萨呀，度别人呢，我先把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吧。是这样的想，他懂得这个道理了，说你学什么法？随着那个法的教授，升起你的智慧，去理解，去进入。这位菩萨到了这南行位的菩萨啊，他已经知道了，知道什么呢？众生没有啊，此菩萨随了众生非有。没有真实的了，而不舍一些众生界。他了众生非有，这个南行菩萨他不住在生死，没有，就是他根本他没住在生死界，而不舍一些众生，他发的大愿，大愿大悲，他又不住涅槃。他住涅槃就变成小乘了，既不住生死，也不住涅槃，大悲般若。这个悲多少大悲呢？悲即是愿，愿即是悲。这修的什么道呢？《金刚经》说：“无住道。”须菩提问佛呀，云何住心呢？云何相信？佛告诉他无住，无住，是无住道。也了知众生不是实有、非有，而不属众生界。为什么？众生他自己不了解，这是幻化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如果我们作为道友，在你生病的时候，遇到什么不如意灾害时候，或者你最痛苦的时候，你放下，把这个罐提起来，这罐，这不那个，所以你关什么呢？关这身体本来是假的嘛。因为你心放不下，假的你假不了啊。身体是假的，痛苦可是真的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但你真正的达到了假的，痛苦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咱们现在还做不到，真正的有病的时候是假的，办不到。常识这样修，痛苦减轻的很多。也不帮那痛苦的忙啊，就这样。你试试看，你经常这样惯，
以下用个比方来说啊，经文呢、啊、用个比方说，那个渡船的摆渡的，比如船死，渡船摆渡，摆渡是这段到那那那那到再到这段，就把人摆过来摆过去，摆过来摆过去。他不住在此难，也不住在彼难，那住在什么地方？也不住在中流。他就是在这村上来回摆而已了，不住此难，不住彼难，不住中流，但是他能把一切来回的到此难送到彼难，彼难又送到此难，往返没有修行，行人的菩萨度众生，就是从生死苦海都到彼难去了，都到涅槃避难去了。那菩萨不住涅槃，他又回来了，又到此呢来回运，他也不住中间，这叫修观的话，空假宗三观，出空出假，他又不住假，假嘛，是吧？空假宗见就不空不假，非空非假，一切都不重。菩萨度众生的功德，它的功能就是这个样子，即不住此，也不住彼，也不住中流，以大悲心的愿力，这愿力就是度众生，说菩萨摩诃萨以夫住世啊，即不住生死，也不住涅槃，也不住生死的中流，能把此难的众生，此难是苦海啊，至于彼难的难言，难言嘛，无悲无恼无忧，那这个菩萨以不与众生数而有所作，他心里没有、哦、我度了好多众生了，度了500了，度了1000了，度了有没有，这有一个众生需要度，我就度他，也不作多也不作少，就像我们说法，有人听你说法，一个人也是照样的说，那1000个人你也照样的说呀，不因为一个人我就不说了，没有这个简单，对，和多众生或者一个众生，多众生也没感觉众生多，少众生一个众生也没感觉众生界减少，不生于众生界，不住于不灭于众生界，不进众生界，不长众生界，无分别众生界，不二众生界，这解释众生界的。说你在生死当中，从了闻了佛法了，发心之后，发菩提心之后，在你未成佛道之前，一定经过三贤十地，就是咱们上次讲过的，现在讲的十行，十住十行十回向，这叫三贤，十地菩萨叫十地，三贤十地，因为大菩萨的四业力生，他四现的生住异灭，他有分段生死，有变异生死，菩萨入世，每位菩萨都入世，不住生也不住死，中流呢就是生死的中流，就是生死中流，既非终死也非涅槃，不是生死，不是此变，非涅槃，不是彼变，
啊，也不住中流。什么是中流？烦恼。所以有人这样想过，说是圣贤三贤十地菩萨可能为中流，是要受生死的。中流嘛，一般的就是中道义。中道义呢，我既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，就是中流，这样来解释的。但是华严经呢没有中流，它不停的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中就不应住，一切无住。菩萨要住涅槃就是难隐了，难隐了。不住涅槃就不求难隐，为什么呢？本身就是难隐，它无畏嘛，还有什么难隐？有什么不难隐呢？因为常乐我净四德啊，正德究竟是常乐我净四德。常呢是难闻乐，永远入世；乐呢，一切无所畏惧，无畏。我呢，什么忧都没有，无我了，无我就无忧了。那清净的没有烦恼。这就是菩萨所做的。为什么在后头的四度，这是愿啊，后头四度都有智慧，都从四个开，愿也是智慧，力也是智慧，方便也是智慧，完了达到根本字，那是根本的智慧。用这个智慧导引大悲，这是发菩提心的三要道。以自导悲，以悲利生，就是悲字双运。第一个先向众生生厌离，对这个眼世界啊生厌离。厌离之后要求脱离，厌离之后又是脱离，怎样才能脱离呢？以大悲心度众生，大悲心没有智慧，若于耐见大悲，慈耐大悲。说以自导悲，悲里头就含着愿，没有愿怎么能度众生呢？得先发愿度众生。因此啊，这样子，所以才说不舍一众生，也不执着多众生，不舍多众生，执着一众生，度了众生很多了，众生界并没减少。说呢，没度众生，那众生界也没增多。众生界本来就不生不灭的，所以众生界怎么进呢？对众生界不争众生界，不分别众生界，不二众生界。这一段意思就解释这个意思的。众生是有啊，是无啊，是非有啊，是非无啊，是已有啊，是已无啊。都不可说，不可说。要这样的来以理解，这叫理解什么了呢？就是性空缘起，菩萨从明了心了，实性满心，最后发菩提心。刚才咱们讲那个，我这是讲那个初住菩萨发了菩提心。一直到实行的菩萨，
都是这样做的，都是这样做的。他一发菩提心，发了一个菩提心之后，就觉悟了，觉悟了，相似觉，到了初地呀、啊，就究竟证得了，证得了。相似已经就能得到这么大的不可思议的利益，所以我们经常研究性空缘起。你必须得达到性空，特别要注意，性空不是空。咱们有把性空当成空讲，观想啊，修观的时候，观虚空啊，观外的空啊，那是空间的空，空间不空，不是性空那个空。人家说缘起的时候说那个性空缘起，不是说空缘起，不可能的了，办不到的，那不可能。人说性空，说性的本体无障碍故，因此才能够凡夫与佛同此一性。只要明这个心，就是明的佛心，明的佛性，那就真正的性的本体，有大方广华严的大，大的贯穿整个华严经，就是大方广佛的体，就是佛心，佛心，这样理解。以这个心所起的大智、大悲、大愿、大行，这叫缘起。缘起，这个缘起可不离开性空，因为一体故成就这个悲愿事业。这个悲愿事业呢，根本就没有，为什么呢？是性空的，是性体所发生的。但是我们讲净空，我刚才说这个没有这个话是错误的啊。性空不是没有，性空不是没有，缘起也不是有。我很多道友啊，在修行的时候，他观空的时候，他把性给掉了，就是挂空，那个空可不是这个空，咱们的空的理解不同。所以大般若为什么讲二十空啊？就挂着空讲二十空的含义，大家看看那个般若大般若就好了。这样来学理解性空。佛成道，对于那个一切的体性，并没有争，并没有争一分都没有。我们众生堕落到众生，你那个性也没减少。在佛不争，在生不减。就是一个迷和一个悟。咱们所有的就是惑业，仗着这个性空，诸佛把业消了，惑没有了，没有惑，没有业了，它显得本有的性空。何以故？菩萨深入众生界，入法界。众生界入法界，即是法界。众生界法界无有二，不是众生界是一个，法界是一个，不是这样的。法界即众生界，众生界就是法界。在这个无二法中，没有增没有减啊，没有生没有灭啊，无有无无，也没有有也没有无，也没有能取所取，也没有能依所依，无取无依，无着无二，一切不执着吧。不是我们化度众生，好像众生得度了，啊，佛菩萨界就增加了。众生没得度，那佛菩萨界就减少了，
纵生就增加了，不增不减，这叫不作。如果菩萨的观一切众生界，就是法界，众生界即是法界，无真故，法界无真故，所以他不执着，他明道理了，明理了不执着。俩人争辩，如果跟个明理的人，他就没争了；跟不明的人，永远有争。这个理呀、啊。咱经常说讲道理，讲道理，讲理不好讲的，没点道理可讲。咱们看见社会上这样很多的没有道理，讲什么道理呢？你有你的理，我有我的理，讲什么理呢？讲人情，这叫情理；讲法律，叫法理。讲国家的制度，政策的是正理，我们佛教都不讲这些个理。我们看到俩人吵架或者闹的时候，说这个人不讲理，不晓得叫什么叫理，这个理字他没懂得，没明白呢。我们佛教讲的理，我们叫真理。什么是真理？法界的真心本体。我们讲理是理法界的理，讲道，道理，菩提道的道，菩提道的道理，这样讲的，这样讲的。那么这样子，众生界没有二，就是相即的意思了，无增无减，一切诸法是相即的。佛界跟众生界，啊，又成了一尊佛，佛界就增了，众生界也减少了，没有这个观念。那菩萨修甚深观的时候，观法界的时候，法界一体，所以无增无减。这后头这几句都是解释无二法的，无增无减呐、啊，无生无灭啊，无有无无啊，这都是二法，有和无是二法。那在这个含义当中呢，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，这是假言说，也没有有，也没有无，所以这叫无二，不二法门，这叫不二法门。何以故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行到这个八行菩萨难行的时候，他了知一切法，法界无二，众生界即是法界，一切诸法皆同法界，不两样。因此这叫菩萨利益众生，他是利益众生时候行菩萨道时候就动动了，行菩萨道呢，他自行的时候静止观法界，是他自己真心，这叫静，动静一如，从体起行，行即是体，让我们去劳动。你这个行为啊，是行啊，劳动嘛，动是行，谁在动啊？身体啊，身体在动啊。当你坐着时候不动了，静下来了，谁静下来了？还是身体啊？动跟静都是一个，是身体，身体的动，身体的静。说你的心，拿这个做例子了，你这个心有念的时候是动，
无念的是静，但是把这个念即无念，无念即念，这样融合起来，说念呢就是无念，无念而念的，无念而念就是无念。说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他的真意就是他的心法性的体没动的，没动的。所以诸佛度众生说如来，如是的本体，来是教化众生，说来可没离开如，来一直如而来的，如因着如而起的来，来即不来。这呢，这要是你做观想，你时时想去吧。说你在思维，能够达到思维，达到不思维了，思维到的最究竟处，不思维了。思维因为什么起的？因为善巧方便要利益众生，因为善巧方便是入身法界的理字，入真如实字。因深入实字而起方便善巧利益众生，这叫深入法界。他的行动是有相的，这是有相的，是住在无相的，是以清净相庄严其身的。了一切法无相，一切法没自相，但是要分别一切法相，不取众生而能了知众生之说，不如世界而现身佛刹，不分别法而善入佛法，深达义理而演而广演言教，了一切法离欲真迹而不断菩萨道，不退菩萨相，常勤修习无尽之行，自在入于清净法界。譬如钻木取火，以出于火，火色无量而火不灭，菩萨入世，化度众生无有穷尽，而在世间常住不灭。菩萨入世啊，怎么样？这什么叫入世呢？啊，菩萨了一切法，法界无二啊。菩萨就是这样子，把前头那个说的那些话是什么原因，何以故，就是争取前头的话。因为菩萨他了解一切法了，只有一法界，什么都没二，无二。说一切法界随免一法，无非法界。这是华严经主要的观念观点。随即一法，无非法界，那就是法界的本体了。所以免一微尘，这一微尘就是法界。那其他的法呢？都是属于依属这一微尘之内的，举哪一法，哪一法为主，其他吧就叫客尘了。这个含义是吧？动静无二，心行无二，一切法是法界无二。那所以才前头说善方便，以善方便行难行之行，菩萨入世啊，以善巧方便入身法界，住于无相，行在有相。这个有相是什么相？清净相，庄严其身，相即无相，了法无性。这个庄严这个身呢、啊、这一法呀无性。哎，但是而能分别一些法相，
终日度众生，不取众生相，而能了知众生数，不着世界而现佛刹，对世界根本不着，要现佛的净佛刹，不分别法，但是散入佛法。不分别一些法，但是法无相，地狱佛刹平等平等啊，根本没有地狱啊，这叫了法无相。地狱没有体啊，没有实在啊，没有实在行吗？众生有业了，它幻化，什么幻化的，不执着世界，这现身一个佛刹，清净刹，不分别法，他要散入佛法，佛法是觉法，觉法跟不觉法，一法，法界无二嘛，一法。深达义理，深达到义理上，没有言说了，这才叫深达义理。而广演言教，不说众生不能得入啊，所以这叫善巧方便。什么叫善巧方便呢？善化于众生。了知一切法，没有贪欲，也没有轻贱，离欲真迹，一切法本来没有的，没有欲，就入了真迹。而菩萨行菩萨道呢，又不断行菩萨行呢，又不退，常勤修习无尽之行，因为这样子他才能不退啊。如果达不到这种境界，他要退的了。达到境界，行无所行啊，有什么可退的呀？行无所习啊，统统在清界法界当中。举个例子吧，就钻木取火，木里头出火，火是无量，火不灭，菩萨也入世。就钻木取火一样，众生的事啊，众生界没有穷尽的，但是世界上常住不灭的，世间相常住，永远是世间相，是世间相，常住不灭的，这个道理很深呐、啊，很深的、啊，所以才性跟相才能无奈。缘起诸法是性，缘起诸法归于这个性，是因性而起的缘起嘛，假因缘生起诸法，这些诸法还归于自性，因性而起还归于自性，诸法无自体，还归于自性。这个道理啊，是反反复复的显示，所以生死即涅槃，苦尽灭道，就是常乐我净四德。这都要思维修的，思维修的啊，不是语言呐、啊、能把它表达出来的。单有言说，独无实业，言说的不是实业，但是它可以引入你到实业。特别，但是大家这样的好像多度于空意啊，多度于空意。要执着空，断灭。那执着有对吗？执着有也不对啊，但是它有功德相。
功德相即是法性的功德相，它顺真故，顺真故。所以我们修行现三宝相，这也都是假的呀。这个假的顺真故，能达到真。你现贪嗔痴相，贪嗔痴戒定慧一个呀，一个呀，不是两个。贪嗔痴就是戒定慧，戒定慧就是贪痴。很多大乘经典入世说，但是你要做贪嗔痴下地狱，说地狱也是假的，那你也不怕吗？没问题，你达到性空无奈了，你下地狱也是假的，那没有关系了。真正要到那个境界下地确实也没有，没到那个境界还是不行啊，还是不行啊。这么凡夫行道的时候不能贪空，不是不能贪，你认识理解不能执着，是吧？执着，执着这个空是不空，这个不空呢，这就是我们四教五教所讲的如来藏性。如来藏性含藏着如来无漏性功德，不说断灭相。金刚经说空义完了，佛很怕须菩提或者其他的以后的学习的众生堕到空见。佛就说学佛法的人修道的人不漏断灭。那叫注重缘起，但是学缘起的一时候一定理解性空，最重要的时候方便深入性相不二性相无奈。这靠思维啊，靠思维啊，多习习修。这就是这个难行能行的，难行能行的。非究竟，非不究竟，非取，非不取，非义，非无义，非四法，非佛法，非凡夫，非德国。这几句话呀，话不多，道理很深。咱是也讲了一些个，跟这是相往的，这还说没说完。下一课再说吧。